弄到最后就是，其实手是没有了，嗯，肩膀为首。哦，嗯，肩膀为首，你看，啊，这手变成手变成彩带。嗯。所以他你看。嗯。他他有那种感觉。嗯嗯。嗯，是。他长的肩，双肩为首，是、啊、肩膀为彩带，嗯，飘起来，嗯嗯嗯嗯嗯，飘起来。我看到这个是我们的境界。嗯，嗯，有趣，好像很多健康的道理的，我像那个周东医师，他也蛮强调。肩胛骨这边，他觉得这边有一些特殊的细胞嘛？对，他那个他是那个蟑螂。对，就是要强调那一块。那但是那个好像那个要更有一点场地才能够那么做。一样，就是他那个就是你脚抬起来的话，那个血管嘛，是血管嘛，血管啊，是手就蟑螂在那挣扎。对，一样的。啊，其实你这样看。我这个在做，你这个血液，你这样一直，嗯，你这个手，嗯，这个才是手，嗯，这个是彩带，嗯，你看这是彩带，嗯，嗯，有，啊，这个彩带，它你这样甩，血液当然也是跑这里来，是，一样，对。理论是一样，但是我们这个里面，因为我们有强调希望能够关注自己手的动作的这个内心心灵的部分。其实那个比较，就是那个是要到阶级生命。对，我其实也是真正比较完整的一套套路，他们太极拳叫套路。是，那套路就是说，他把你编成一套啊，第一招是怎么样，第二招是左手去，第三招右手、啊，是，或是你在表演的时候，五个人很整齐嘛。是，啊，这其实这个东西跟修炼啊是违背的，修炼是很自然，他不需要哈、哦，是吧？哎、通通一次，或者说这一次左手右手，哎，你这次这里边比较痒。哎，他可能是，他要多弄一下。他说你这边比较痒，应该他说，他可能是这种。我们动不是说，我现在动，而是说你的质量动。我这样动，对，我这样动，我自然动。啊，你太极拳就是说，一动，其根在脚。嗯。啊，脚动。嗯。脚动全身都要动、嗯、所以你看看这个气温在脚啊、嗯嗯、在脚在脚脚脚这样动了看脚、嗯、行之于手对就从脚跟、啊、这个就接舞那、啊、弄了就接舞对接舞都很接近接舞对不对嗯嗯、啊、接舞呢嗯、它是其实是一个街舞，是，啊，但是把这街舞跟太极融合是一样的，是，嗯啊、街舞是从脚起来的，是、嗯，对不对？那有，对，还是什么？是根在脚，嗯，所以这原理是一样的，是，你慢慢看就是说，有啊，那个对，那个。Michael Jackson 那种感觉，对，框架就出来了。所以他这个东西，是，对啊，嗯，嗯，但是我自己觉得加了关注的这个行为啊，对我们一般没有做过所谓的禅修的人来讲，好像心情会因为你。在那瞬间，你没有想到其他东西，你只注意到你的手，好像有一种算是静心吗？就是心情会变得比较平静的感觉。对对对对对就是、关注在你的动作，对，你杂念就会不见。对对对。因为一心不能两用。是。所以你关注在这里，其他就没有了。对。你不能够一下子关注在十个地方。嗯。